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看透透。有一个人叫做宅神啊，他叫朱学恒，他呢这个公布了第一届的台湾啊年度啊2013年十大恶人的入围名单啊。那么明天啊要选出首恶啊。那这十恶呢是有什么样的得奖的丰功伟绩呢？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好，那我们今天要邀请来宾来评啊，来讲有道理，有没有遗珠之憾？谁是他们心目中的首恶？为什么这些人有那么恶？好，那不止这样，被入围的这个名单啊，有的人已经啊反应很激烈了。比方说刘正宏县长，跟我们告朱学恒，好，啊，那告有道理不？对刘正宏形象也卡好吗？哈，今天呢 我们要来这个讨论哈，赶快来介绍来宾。第一位呢是全国自主劳工联盟的执行长朱维立。维立兄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呢是立法委员蔡黄郎，蔡委员，蔡委员你好。黄文兄好，大家好。好，以及这个资深的媒体人钟连花，连花你好。红衣高碧阳琴，大家好。好，陈金兰，金兰你好。大家好，大家好。还有陈高超，高超兄你好。红衣大家好。好，那么朱学恒这个入围的十大恶人的这个影片，来，我们来一起来观赏。中华民国102年第一届十大恶人票选，入围的有：一名病人被偷走的那五年，有些不是帮助，烟酒，目前还是关注，东邪西毒，刘正宏，天方夜谭，赵腾雄，资金这么大，自由发挥，可能不小心哦，在人中哦，烘焙王，烫达人一伙，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化工厂，统一企业。如来神掌，王慧芬，皇子军魂，洪仲秋万一虎，归于返乡，魏纯董事长魏应冲，门当户对，我女友的妈。十大恶人入围榜啊，他们总是有一些事迹哈，包括这个马英九是说，人民要跟他要被偷走的五年哈，欠人民上债。那另外有胖达人，伊是因为讲啊，伊是这个除了面包作假，连股票都作假，面包族、菜篮族都受害。那这个桃园县芦竹乡代王桂芬是掌锅护理师，而且还说怎么没有问我有没有受伤哈，引发网友的生气。刘正宏是因为强征民地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被抗议学生丢鞋 K 头。洪仲秋那一伙呢，引起所有当兵的网友痛苦不堪的回忆。那大统公司负责人高振立哈，化作朗尼在油品中掺这个同叶绿素免脂油谋暴利，连香料呢都用过期的货。顶新的三董魏应冲，除了卖混油之外，还用1%的现金买地保。那另外是统一企业产品这个被检出含有顺丁烯二酸，指所有掺入化学原料都是上游厂商的错。天方夜谭的这个赵腾雄先生他是因为说房价每平250万不算太贵那大家很好奇的是，还有竟然还有我女友的妈，也是十大恶人这个等一下来讨论那可是呢，刘正宏刘县长说，伊要告朱学恒为什么？伊讲朱学恒那无能刚来提出确实的证据，而且说明原因一定提告。为什么？伊坦坦荡荡，绝对没有贪赃枉法，所以对他个人名誉跟县政府形象造成重大伤害。安尼要告朱学恒有道理无？无道理啦。为什么？我感觉公众人物他本来就要有接受批评跟监督的义务所以你说刘正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今天被批判的这一些人，事实上
他们都有做出危害社会或者是混乱的社会秩序的这些事情。哎，那你既然是公众人物，接受这些网友，啊，在自由社会里面都有这个大家都有发言的自由，也有表达意见的自由。那你既然身为公众人物，你都要接受人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免之嘛。啊，那事实上，人家指出你被当成十大恶人，而且是有千万的网友所票选。事实上，这个就是民众对于你，或者是你的行为的第一个认知嘛。那这样的认知反映在这样的投票上，我觉得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些企业家，应该把它当成是激励自己，或者是做自我检讨。过朱学恒类是不是可以形象较好淡薄？我认为哈，这个到法院去啊，要真的要告得成，也是很难的哈。但是这是对刘正宏再一次的检验嘛？你告了朱学恒之后，那你的所作所为，在媒体更是放大跟你检验。因为你去告他，所以更要把你所做的大埔事件、张耀煌的事件、刘正慈的事件，通通再换一次出来讲嘛。所以对县政府、对你刘正宏反而是更不利。不过要跟刘县长啊报告哈。可能你较袂爽的人拢姓朱，因为朱学恒嘛姓朱哈，跟那朱维利嘛姓朱，因为朱维利他们呢也弄了一个秋斗十大恶人罪状表啊。那在政客群里面，刘正宏县长您也上榜了哈，李佳。刘正宏政客群秋斗十大恶人罪状表，刘正宏上榜了。啊，你的罪状呢是屠夫酷吏哈，这样子。那我是感觉讲替朱维利感到不值，哈，其实难得够朱学勇，那无被够你。对，所以我们其实要声援一下朱学恒哦，因为老实说，我今天有奖了以后，搞不好你就会收到。你们欢迎，我们秋斗所有的团体，我们有60几个团体欢迎他来。哎呦，其实是接受，我们今天来之前有讨论过，对啊，这么呛，对啊，我们欢迎，因为事实上像远雄，没关系，你这么呛，等一下再来说 ，OK， 好不好？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